朋友们好，菊粉可溶性膳食纤维。现在啊，女神节又搞活动呢，三桶啊，还是那活动价。有的人喝完了需要，回购的啊，您就抓紧，因为它就这几天，数量有限，看没有？白色的粉末啊，喝着呢，微微有一点甜，是这个，因为它是植物的嘛，纯天然的啊，就从那个菊苣当中提取出来的，微微有一点甜。我们用温水冲服一大杯水啊，喝得越多越好。哎，和了和了，好啊，三餐前啊，三餐前空腹喝。现在我该准备吃晚饭了，一会儿我现在给它喝上吧。因为最近吃，我这不是减肥嘛，吃蔬菜水果少，就可以用它啊。喝杯酒，今夜不醉不罢休。举起杯，喝一口，今生今世莫回头。人生就像一杯酒，我这水有点多，一醉如就喝不出味何儿了。千愁，你要水放的少，就微微有一丝的甜。岁月的酒，时间都被你左右。一天不能超过三勺，3岁以上的小孩可以喝啊，3岁以下不要喝。嗯哼。